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爱情流行钢琴公益课堂，我是海月。这节课呢，我们来更新第二首音乐电影的主题曲《爱乐之城》的主题乐。我先来弹奏一下这个乐曲，乐曲的五线谱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爱情"获取。好的，乐曲弹奏呢就完成了。乐曲呢比较短，只有2页。但是呢，我们先看一下乐谱，观察3个记号：谱号、调号、拍号。这首乐曲的谱号呢由高音谱表和低音谱表构成，调号呢稍稍有一点点的复杂，是3个升记号。3个升记号呢，我们在五线谱表去找一下，找一个谱号就可以了。在高音谱表的第五线升发，第三间升哆。第三个升号呢，在第一个升号之上是升骚的，那么左手同样也是发哆骚。这首曲子遇见所有的升发和哆，还有骚，也就是 F、C 和 G 都是要升高的。同时呢，乐曲中间也有很多的还原记号和临时的升记号，遇见一会儿再具体说。三个升号呢，它是 A 大调或者它的关系小调升 F 小调。拍号是一个四三拍，在弹三拍子的乐曲的时候，我们可以弹得稍稍的流动一点、摇摆一点。第一拍稍重，第二三拍稍稍的轻一点点。好的，我们来识谱。第一二小节和三四小节很相似，都是单音向上进行，再向下。整体呢，我们可以向上渐强，向下再渐弱。右手呢是8分音符加负点2分，左手呢都是。四分二分，四分二分，一短一长，上下对齐就可以了。第一小节第一拍，然后我们可以整体的哒，渐弱，慢慢的第二组、第三、第四小节再渐强，再向下渐弱。左手这里可以用五指、一指、二指弹奏，或者是五指、一指、一指，都是可以的。注意左手的声音音量不要超过右手，但是右手呢也不能声音特别大，不能弹得太过于强烈，声音突出就可以了。第五小节、五六小节跟前面很相似，左手呢变成了6个4分音符，二对一。之后七八小节稍稍的强烈，逐渐的再渐弱下来，因为旋律线条整体是向下的。在这里前2行的8个小节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就是认真识谱，遇见发倒骚升高就可以了。好，我们进入第九小节，从第九小节到第16小节这样的2行，主旋律呢变成了8度。但其实旋律是在重复前面8个小节出现过的。在弹8度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一五指距离保持不变，然后呢，手腕要去放松，不要每个8度都用胳膊肘提起来落下去。有的时候可以用手掌、手腕的力量。一五指还要保证同时的去触键按下去。然后在音量方面呢，我们尽量突出。较高音的小拇指，让大拇指稍稍的轻一点，让这2个手指做到平衡。左手呢，从前面的四分二分变成的都是4分音符，
注意发哆嗦升高。每两个小节呢，作为一个乐句，我们可以两个小节换一次踏板，然后呢，每个上行渐强，下行都是渐弱。我发现从头到第九小节都是一开始向上渐强，后面渐弱。这里呢，就要求右手要把这些琴键找准，有黑色，还有白色，黑色。琴键找准，十三小节重复之前的，十三、十四这一组呢，跟第九、第十基本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的情绪要更加的在整体强烈一点点，为的是到第十五小节，右手的声部变得更高。在第十五小节之后呢，双手同时弹了咪发嗦拉，做了一个乐句之间的连接，然后进入十七小节。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行，从二十一小节开始。其实呢是重复的第十七小节，然后从第二十三小节开始，像重复了十六小节，逐渐向上，但是从八分音符变成了四分音符，并且在二十三小节，注意第三拍的两个发是要还原的，哆咪还原发，再升发啦哆，因为还原记号的有效期是一个小节，在这个小节还原了，可是在下一个小节这个发。在调号里有固定要升高的，到第二十五小节呢，这里难度变大了，主旋律的变成了双音，并且都是三度。在弹三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可以用三五二四一三二四一三二四一三。但在弹奏这里的时候，要突出的是双音较高的声部。发咪瑞咪瑞哆西，下一句也是一样，嗦发发瑞哆西啦。啊，所以我们要突出上面的，尤其是小五指和四指，并且弹这样三度连续的双音进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整齐。而且呢，要注意换指，三五二四一三二四。一三之后再向下怎么办呢？我们用二四指去跨越，但是这里一指不要松开，把它们连起来。二四一三再进入弹黑键，那么连续的就是发咪瑞咪瑞哆西。左手在二十六小节的时候弹了单音的旋律向上进行，把情绪再向上推高。之后呢，二十。七小节这里节奏这个识谱呢可以稍稍的麻烦一点，首先调号我们要记住是升发升哆升嗦三个固定要升高的，可是在这里呢这个发有的时候升高有的时候还原，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三拍拆开，先弹第一拍，第一拍是发还原发和升嗦，第一拍之后再弹软升发，先升发再升高，之后第二拍再还原发，第三拍要把这个左右手的琴键识谱找准。那么指法呢，还原发和升嗦我们可以用三五，之后呢软升发用二四，升哆还原发一三，之后呢再像前面二十五小节一样转指二四指向下转指的时候一指不松，保持它们的声音连接，二四一三二四二三发还原发，这是第二十七二十八小节右手的弹法。我们再来看看左手二十七小节，升哆还原发升嗦之后进入升发升哆升发，这两个小节作为特别重点的去练习，
要把升号还原记号找准，一个一个仔细去看，发先还原，再升高，再还原，啊，很麻烦，但是没关系，多练就好。29小节，我们继续向下进行。29小节、30小节这两个小节里，右手的旋律基本是同样的，都是发嗦发嗦啦发嗦发嗦。不同的是，第一拍右手的是6度，是一个和声的音程，而到30小节呢，变成了一个和弦的转位，加了一个二指的升高，发嗦发嗦啦发嗦发嗦啦。而左手呢，由软拉升发变成了哆哆发，左手的伴奏发生了变化。31小节准备进入结束句的时候，这里左手的两个哆的8度写了还原记号，而右手呢，我们来看第一拍，慢慢的去识谱。第一个音是降西，它在中央哆的下方写了降号。第二个音是咪咪向上发，固定升高，同时弹奏。弹到这里，32小节，基本我们的主旋律就都弹完了。难度呢是刚才说过的27、28小节，还有31小节，有很多的临时升降号，还有还原记号。最后结束句的时候，我们来看32小节，第一拍两个哆之后，左手4个8分音符还原发，发升嗦哆升还原发，右手33小节接上升嗦哆还原升嗦哆升发，还原发升嗦升哆，最后回到了主音升发。弹熟练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这里连接起来，从32小节开始。主键呢，也可以做渐弱渐慢，这是主键声音变高的，但是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去做渐弱，而不是渐强。最后数够4拍结束就可以了。那么乐曲弹奏的时候难点，我认为就是A 大调，3个升号，我们在识谱的时候就注意，唱谱遇见升、遇见发和哆还有嗦的时候呢，去升高。在第一页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还原发，把发弹成白键。在第二页刚才说过的两个地方，27、28小节，还有31小节的时候，有还原记号，还有升记号，把它们找准。实在找不准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个小节拆开，分成第一拍左右手对齐，第二拍左右手对齐。第三拍左右手再对齐弹奏就可以了。好的，这首曲子我们就讲解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